48灯珠，双色温带能感应 B 灯，有24颗正白光，24颗暖白光，有黑壳、白壳两种，有带杆和不带杆两种。不带杆的直接拧两个螺丝钉在墙壁上挂在上面就可以，带杆的把杆子拧上钉在墙壁上就可以。长按开关3秒开启，白天充电灯灭，天黑自动亮。必须安装在有阳光直射到的地方，也可以使用遥控器开关控制色温。使用遥控器前必须把底部的隔离膜取下来。开关模式一是人来高亮，人走微亮；模式二是人来高亮，人走灯灭；模式三是低电量自动关机。左边是暖白调色温，右边是正白。